祝福你哦，祝福你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，人人为我。尊敬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我今天的主角曾碧珠师姐一定要说大耳杂波小耳猪牛，意思就是说杂波人的耳要比较小靠福气，不能参存意耳这么大的，要不然会很歹命。其实祖祖祖小孩都过得很辛苦，老的时候还要烦恼他的孩子，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找到快乐呢？我们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我就较早哦，我唔命歹啦，出世善良人爸母，做到要害，真正做足忝的，啊，搁拢想要爱赚较侪钱，拢去做个上艰苦的查甫人咧做，啊，做安尼母啊，结婚哇，结婚啊，搁比。搁比安尼搁较惨，阮头嘛无讲迄落做，无讲乖啦，安尼，唔当古早人讲来讲咧读五专诶，着对啦，讲读五专诶咧，五专诶你知哦，哦，逐项又会啦，安尼无安尼过。我就安尼拜，安尼拜，我嘛无咧求啥，无啦，我毋捌咧求啥，足少啦，捌一半拜啊，一半嘛个阿弥陀啦，你哦，甲我保庇这个囡仔哦，安尼，我去找一个安尼较正当个工课安尼做安尼吼，我安尼较安慰安尼吼。安尼尔啦，我捌喊喊啊，讲一半半，我要求啥？要求啥？这福嘛是咱家收来。啊，咱个前时间都无去收，无这福嘞，爱去干呐求着求呢？我无咧求啥，我毋捌咧求啥。我拢求我迄个，我若要往生一工了，阿弥陀佛接引转来尔。我无求啥。伊个查某耳仔大，无爱人爸母生咱呢，咱是要安怎去嫌啊？对无？哦，哎，咱家己个命，爸母生予咱生外歹，你嘛来欢喜，哈哈。有影，你个命若好，自然个出世就好；啊，你个命若歹，你才有可能来出世好啦。即拢因果来个啊。啊，即摆食老啊，无咧创哪，啊，着去。过迄落做政府也有一条咧烦恼，我着拢安尼迄落种啊，着拢较无去咧做工啊，到阮头来往生，我着无，
无啥，伊往生的时候，我拄啊好，遐个伊往生，我接下还佫做要四五年啊，我咧庆庆啊，负责庆庆，庆庆啊，迄条做，从安尼一日安尼过，安尼过，啊，也无咧佮想啥，即摆我是无咧啊想啥，我真拢是讲我啦，食饱回收啦，我做遐有通来念，有来上好尔，我无咧啊想啊济，以前的艰苦吼，现在较袂啊，无若讲啊，然后讲会顶讲啊，现在较袂啊。夏天燕菜较好剪。这个菩萨哦，比诸师姐吼，真正啊，伊是真正那个心念很棒啊。他一听到咱迄阵当初咧呼吁要做环保哦，他就一头栽进来了。然后他的家境也不是很好，可是他能够克服。伊平时那是有小可有打零工，有兵连去，伊就会去做打零工。啊，若无，全部都投入在我们的环保站。啊，伊啦，当时啊，但因为伊有一块啊，伫个厝口有一块啊地啊，我拢会甲伊讲啊，无你摕啥物货等伊种去种啊。不过他还是，真正伊他的心态真的很棒啊。伊种种个嘛是拢好个，拢摕摕去互人去嫁人，啊无是交一些寺院结缘、道场结缘。啊，当时啊，咱个孙兄孙姐伊嘛会过会布施互伊，安尼就对啊。因遮因遮孙姐啊，真正足照顾啊。真正照顾啊，我看真正有够好个，我都安慰个。在迄个每一个，大家都较好个啦，人家委婉。拢把你当作亲人安尼啦。当作我像因个是大人啊，真正大家都照顾个啦，有够照顾个啦，有够好个啦。我着安尼来感觉着足快乐过日啊，无也无啥物人通去看到啊。欠是，我哪会欠呢？啊，你做工课人本来就是安尼。啊，你若做工呐，
那咧忝啦，你怎啊？我下晡啊，一个休困，我来揢下种子咧。做工会，工工会人都像阮较早做囡仔，少年个毛瓜笑啊，毛错安时啦。哦，阮个毛瓜笑啊，毛错安时啊，拢早时啊吼，翻点呢，暝时翻点呢，就去咧做呢。足辛苦啦，做囡仔真正。你迄阵啊，都迄阵啊，都迄个农业时代，你迄个像今仔讲有工条呢。大家嘛，拢大家做囡仔，拢嘛咧劳作，实在劳作安全。食，看有啥物人食开啊？你若看开，拢袂食开啊。你若看开，袂食开啦。做开啊！做情况，看有啥物人食开啊？这个也蛮大个，这个。无啥物人迄个，啊，都安尼一日安尼过就好啊。我真我嘛无感觉我有咧甲潇洒，我拢想讲啊，那今仔日若过就好啊，过就好啊，明仔载过就好啊，也无啥物人，也无啥物人去想啊。到这年岁了，搁想迄时常加艰苦的。想讲，若安尼，代志食饱来回收场，啊来暗顿来身躯洗洗啊，甲念佛挂落来身躯洗洗，管管食食着啊念佛啦，念佛啦要创啥啦？啊拄着人也招讲要创啥哦，要来，人也招迄有意义的要来，啊要甲想，啊要甲想啊济，要行。啊，较早若无阮老母安尼求安尼拜佛嘞，啊，较早安尼放荡安尼，冤家相拍早了，即条命早也无，也搁较大，搁我都活较紧咯。啊，咱也体会足济啊，啊，无爱去牵人啊教迄无路用啊，平稳啊过日较实在啊。啊，着有钱食较好个，啊，无钱都乌白食尔，咱。我的人袂去害人，平顺啊过日就好啦。咱的人也上歹生活，真正嘛免遐艰苦。啊有影个，哼。啊，但是妈妈嘛是凶安尼，默默的伫后壁安尼。嗯，伊是嘴安尼念，其实伊后壁就关心我。嘛好，加在妈妈无甲你放弃呢，吼。嗯。阮老母啊，拄啊做，爱袂成囝，钓就钓，唔钓就唔钓啦。伊袂成囝，伊嘛袂讲为囝好，安怎袂啦。伊袂成囝，阮老母个人就是安尼啦。人生的意义你就知道了，知人
知人行善路，安尼感觉过去较温暖尔，较温暖尔，较袂埋怨，较袂迄落。啊，你若我大部分哦，甲看迄落个，有诶嘛，敢若足好起来，伊嘛埋怨甲要死呢。真正呢，我若看介济迄落个，我有当时也想讲奇怪，逐项有也有啥物人埋怨。种种，逐项都有啥物人嘛？有迄个翁某咯，袂合咧，伊嫌伊去交查某咧，伊去交查甫咧，嘛是家庭囡仔嘛是安尼，足吵吵闹闹。啊，我感觉人啊，迄落做吼，有在行这佛路的人吼，感觉讲较袂安尼。安尼想想诶，对个歹去，感觉较温暖。你看，真诶足简单，安尼就会当食。你现在头中道要来打，哈？今晚要去打？啊，来来来，来去，我那个没车停了，我走。哈哈哈！啊，这热呢？没来要车停呢，要车停，也未到。所以你家己环保站当作家己的工课啊？嗯，要车停的啊，比我厝里较车停的。啊，每日拢爱去遐报道。我得。若无去趁钱，无去做一半工，讲我拢有食较济啊。人袂歹啦，伊就像阮县环保站成立吼，彩蝶区，阮大家做伙吼，都不错啦，做人真好。啊，伊是阮遮的保利啊，像彩蝶区拢伊咧做的较济啦。啊，嘛是阮的老师，你啊像阮咧彩蝶袜啊，阮就拢家己感冒会解啦。你着啥物？你着欢喜心，哈哈哈！你着欢喜，你感觉那足欢喜安尼，啊来遮吼，做了足欢喜啊，啊感觉也无讲，就讲啊一点啊怨叹啊，是安怎啊嘛？感觉足欢喜嘞，感觉着足欢喜，无来喵喵嘞。苏小姐，伊若讲要考寒酒，我来来，拢差不多一礼拜考两届、三届安尼范围吼。嗯，
感觉真好啦，伊真细心，真用心啦。啊，有那处处拢较会替人想，啊，拢因为有那真诚心安尼。这有足心咧刻薄咯，足心人个，电视里咧做啥？一个阿伯啊咧刻个，咧薄啊，敢无特别咧想着？每只刻无着个，我真有个感觉，感觉嘛，感觉快乐，快乐个，拢袂遐想，拢无得遐想啥。感觉讲，就是讲较早你看到页面，就是讲较，敢那，哎呀，要安怎讲？就是讲较迄个优秀面。不过即摆咧做吼，伊感觉讲做甲做欢喜心，迄面那做那光彩，就是安尼。做起来啊，是咱也担心啊。哎呀，我拢也过，我即摆就拢也过。较艰苦的都好过啊，擦擦。真的是上惊是惊咱，惊这身体若无咱做主吼，安尼尔啊，要互咱做主拢无啥物人个，通个艰苦啦，真正。但你着安尼甲做，甲做做到嘛，嘛足欢喜啦，嘛袂感觉咧忝，真正，袂感觉阮咧忝。这个说真的就算了，这个好快啊，这个大家腿都这个好快到那里来了，而且这边好快就进来了。苏姐讲，伊即马爱念佛修行，加做一挂环保，希望以后圆满的时阵，心肝内会当无挂碍，安尼伊就真满足啊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真的上幸福，一日我念佛，来遮念佛，礼拜一礼拜来念一天，哦啊礼拜若有顺续念两天，啊若无我就去咱回收厂啊，我就去遐做啊，去遐上庄，啊我嘛是搁伫遐种，我想讲今仔日要来遮，今仔日就无人去整理遐白个遐啊。我著搁伫遐北甲暗暝才转来，我嘛是家己人搁伫遐北甲暗暝，我想哦，迄若无北甲，应该是四界看得怪怪。